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一题每日一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南开大学书法研究生导师田运章先生继续为我们分析和讲述有关书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田先生，我记得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您曾经给我们提到过一位当代很有名的一位文学家了哈，说他很狂傲。曾经有人呢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说您最崇拜谁？他的回答是，那我只有照镜子了。我的理解呢，这句话好像是说他只崇拜他自己。今天呢，我就把这句话呢，这个问题啊，同样想请问您一下，请问您最崇拜谁？我想您不会也用同样的回答，照镜子或者是看照片之类的这个话来回答我吧？当然不会，我也不具备那个资格，不具备这个资格。不过你问我说我崇拜谁，先说现在的这种状况，我这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我崇拜的人应该说不少，但是呢也相对说都是有条件的，也分一个阶段性的。先说我少年的时候，我少年时期是我就最崇拜我父亲。像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对吧？崇拜父亲，把父亲视作自己一生的楷模的人，大有人在。而且很多男孩子基本上都是这样。对对啊，特别是父亲有成就，那么这个做子女的往往把父亲就视作一个这个标杆。我在少年时候就是非常崇拜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呢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物。他不仅写得好，画得好，而且一表人才，长得非常英俊，又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应该说他那条好嗓子在曲艺界当中很少有，特别在男演员当中可以说是上气无天下落无地。那么这个道德品质又高尚，所以受到很多的这个同行的这个名家们的推崇。因此我也是在这种就我父亲辉煌时期我长大成人，因此总是把父亲看作是一个偶像。那么在我小时候学写字的时候，也经常是我父亲给我写个字样子，我大爷做一个具体的指导，说咱们北方叫大爷，应该准确说是伯父嘛，对，伯父对我进行一个具体指导。当然伯父也给我写些字样子，告诉哪些肩架结构点画有什么要求。从这几岁就开始学，一直到十五岁的时候，我这时候啊就是还在一个懵懂时期，似懂不懂，但是我就是非常的想成为我父亲这样一个人，也写这么好啊。因此呢我就是对我父亲写的字我心里边有一种感受，就觉得他应该是至少是在活着人当时那一代人当中是最高水平的。这个小时候呢也不懂问这句话，到了十五岁左右时候，在这个时候说明白不明白，说不明白有些书法的对对对，有些东西也都了解了不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一次就问我伯父，我说大爷，您看我父亲写的这个字，应该现在是现在全中国第一了吧？我让他呢表一下态，他说是第一了，那么我就认为我这看法是对的了，那么就坚定我崇拜我父亲这个信心。可是意料之外的是，我伯父和我想的差距很大。因为我父亲的书法基本是我伯父培养起来的。我父亲比我伯父小七岁，我还有个二伯父，因为务农没有这个搞文化，只有大伯父和我的祖父父兄之间把我父亲带起来的。我伯父再了解我父亲不过了，是吧？对对对。所以他当时怎么答复我呢？他说你父亲的现在书法水平在全国比较起来，说的是当时啊，他说充其量三流水平吧。
他说是三流水平。那您会不会就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当时我心说，跟我这想法差距这么大。对呀，我这三流水平，我也不便跟我伯父争论的。对，我大概隔了几天之后，我就问我父亲去，我说您自己评价您自己，您的书法水平现在全国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没等我父亲说，我就接着说，我说我伯父说您是三流水平。嗯，我说这我不可思议的。嗯，我父亲答复我更使我失望。嗯，他说别听你大爷的，我以为他反驳我大爷，他说我哪够得上书家呀。书家是在当时叫写家呀，我父亲原话说，我哪够得上个写家呀。那您当时没想会不会是父亲的一种谦虚呢？当然想到这一点啊，但是显然是说他谦虚啊，是怎么样啊，我伯父至少说对自己的亲弟弟，他不能贬低他呀。对，特别是他当着他亲弟弟的儿子，他怎么可能贬低呢？他不可能啊。嗯，所以我这时候就想到啊，一个说是三流书家，一个说连书家都够不上，我当时就觉得，就是你是说那话大失所望。嗯，原来我崇拜的偶像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大书法家。嗯，所以我心里头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的，后来越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嗯，觉得我伯父说的准。嗯，我父亲是有谦虚的成分，我伯父说的准。嗯，就是说他也就是三流书家。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这说话就是几十年前。因此我少年对我父亲对他书法这一个方面的崇拜，渐渐就是说除了父亲写字样的提批评意见接受之外，另外学习更多的是前辈的书家的东西。嗯，所以说我这样讲，就是说对父亲的崇拜和对自己老师的崇拜，嗯，都应该弄清楚到底他是个什么水平。嗯，他到底有哪些长处优点。嗯，要继续学习。嗯，但是不应该是无条件的盲目的崇拜。嗯，那么我到了青年时期的时候，我最崇拜的是鲁迅。嗯，因为那个年代时候除了毛泽东的语录毛泽东的著作大家都人手一册之外，另外可读的只有鲁迅。嗯，别的东西也不让你读。嗯，所以在那个时间当中就对鲁迅疯狂的崇拜。有一个人说鲁迅一个不字，我就拍案而起。嗯，就是到这种程度。嗯，但是虽然改革开放这些年文化渐渐越来越这个国学复苏，文化的这个国际性的沟通越来越多越来越宽阔，所以我现在对鲁迅有很多好的东西还是那么肯定。嗯，但是崇拜的热情远不似当年。嗯，啊，到了这个中年时期以后，渐渐的这个崇拜这两个字啊渐渐模糊起来。嗯，不是不崇拜别人，是崇拜谁都是有条件的了。嗯，你说他哪一点？嗯，比如说你说到这个王羲之。嗯，书法王羲之。嗯，应该说那是那个可望不可及的一个偶像。嗯，但是我仍然现在想起来也对王羲之某些方面有怀疑。嗯，这样说的话可能网友们听完之后说，嗯，你是个狂人吧，你就在这里胡说呢吧。不是，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嗯，王羲之的楷书兴书草书都是我们千秋规范，这个没有问题。嗯，而单就楷书而言，我崇拜欧阳询胜过王羲之。嗯，为什么呢？我不怀疑王羲之写得好。嗯，甚至我也不怀疑欧阳询超不过王羲之。嗯，
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这段话呢？是因为王羲之啊，他的小楷大部分是后人呢、啊、又重新临摹、哦、或者是重新拓描过来的东西、嗯、拓模过来的、嗯、因此我对王羲之那些小楷我始终存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嗯，而且即使说那些东西就真的是王羲之写的、嗯、亲笔写的、嗯、流传到现在的，我也仍然认为不会高过欧阳询。是不是也因为我们见到王羲之的这个真迹很少了？真迹很少，少不怕，嗯，就怕的是这些东西啊，它不可信、嗯、不可靠。嗯，哎，我们也知道那些东西也当然很好，嗯，但是现在经过大家的这个论证，嗯，和我自己的感受，嗯，觉得委托的也有，哦，就本来就是假的，哦，或者是原迹是真的，但是后来经过人们想它、锤它。这个模塔等等这些手段重新复制的，哦，因此我对这些东西我觉得它不会超过欧阳询的。嗯，这是说对王羲之的小楷问题。嗯，对于王羲之整体说我有一个宏观上的认识，就说第一，嗯，他绝对是后代书家所不能逾越的一个高峰了。嗯，我确实相信这一点，所以有人跟我经常吵啊、嗯、最近光明日报社的一位记者还在跟我说、嗯、有人说王羲之不可超越，好，书家们说起来之后那么样的激动、啊、但我总想还有不可超越的人吗？还真正的有前无这个空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嗯、或者空前绝后的人吗？嗯，但是我觉得从理念上就说不过去。嗯，我说你写了字你就知道了，你唱了戏你就知道永远梅兰芳是不可超越的。对对对，你写了诗你才知道李白是不可超越、嗯、杜甫是不可超越的、嗯、你写了字学了书法你就知道王羲之是不可超越的、嗯、我尽管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但是我仍然认为王羲之因为大字留下来太少，嗯，所以我们学习王羲之的时候不管小楷还是行书草书、嗯、总之是小字，嗯，学王羲之是百分之百是对的。嗯，但是如果你写大字，比如说榜书牌匾之类的大字、嗯、包括大字的大篇幅的行草书，嗯，你还得再另下一番功夫、嗯、并不是说王羲之就囊括了整个的一个书法一词，并不是说完全囊括、嗯、因此我对王羲之的崇拜也是有条件有范围的、嗯、那么同样说到欧阳询、嗯、欧阳询那是我从小的偶像嘛，嗯，但是我仍然觉得欧阳询的行草书不及二王，也不及颜真卿、赵孟俯乃至柳公权，他不如他们，因此崇拜只是在他楷书这个范围当中，行草书便觉得不是我想这个追求的一个偶像。在这方面，因此对其他的书家，我虽然是对前辈这个大书家们我完全是有一种这个敬佩的心理，但是仍然也是有所取舍。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句取其精华取其糟粕，这样的说他们糟粕好像不 准,、嗯嗯、不太准，他们没有什么糟粕、嗯、但是有他们这个相比之下弱一些的地方，有些弱项的方面、嗯、会是这样的。嗯，铁先生，在近现代呢，有很多书法界的大师级的人物哈，他们也有很多的崇拜者。那么对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呢？啊，你说的是现实。嗯。恐怕不仅是现实，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嗯。有时候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就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嗯。我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崇拜了这个王羲之的行草书。嗯。五体投地。嗯，我崇拜这个欧阳询的楷书，五体投地。嗯，是真的是这样。我说的是有条件、有范围的。嗯，但是有些崇拜者不是这样，无条件的、五体投地的折服、逆拜，是处于这种状况。我最早也说过，为了学到东西，鲁迅的拿来主义，我现在都给你拿过来吧。嗯，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这个叫做逆手就是以头碰地啊，五体投地的折服向人家学习，应该有这个过程。嗯，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知识面的拓宽，应该对自己的老师，对自己的崇拜者也应该有所取舍。嗯，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崇拜者们不是这样，显得幼稚一点，盲目了。哎，对，有些盲目。嗯，就是一提到某一个人，这就了不得了，就赶紧就山呼万岁。对对对，就是用一种无限崇拜。嗯，我对这个无限崇拜，我总怀疑这个词儿不好。无限崇拜，就是你比如说，我批评这个前辈的书家，即使我今天对王羲之某些方面产生质疑，嗯，也不会有些人跟我来争吵。嗯，哎，更多的是比如说我批评启功两句，嗯，有些人受不了，嗯，怎么可以批评启功先生？嗯，就直面问我，启功先生老先生不在了，你怎么可以背后说三道四？我跟他说，我说我批评康有为的时候，康有为比启功死得早得多，你怎么不来问我？嗯，我批评前辈书家某某某，你怎么不来问我？嗯，怎么你嫌我批评死人了呢？嗯，我说我何尝不尊重启功先生？难道启功先生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嗯，有一点这样的缺点那样的不足，难道不许说一说吗？嗯，是不是？但是这有时候不仅是谈到启先生，就是比如说近现代，你说的啊，近现代，比如说沙孟海，嗯，是什么什么这个王各怡，嗯，什么这个王巨长，嗯，什么什么这个白娇，嗯，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大书家，那或这个林散之啊、高二世这些人，都有一些个疯狂的崇拜者。嗯，如果你到了那个地区之后，你要是如果提出来对他们有质疑的方面，嗯，那简直是就群起而攻之，嗯，会把你恨不能剁为肉酱，能到这种程度。嗯，因此我说大可不必，不管启功先生也好，还是沙孟海先生也好，高二世也好，林散之也好，等等这些大家，确实他们都是一些个以我的标准来比啊，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嗯，但是并不说他们都是尽善尽美。对，没有尽善尽美的。 对，只是你水平有限。对，你的水平低得太这个差距太大，因此你看不出来差距。嗯，啊，你倒不知道有多大差距了。嗯，所以说往往这种盲目的崇拜也跟水平有关系，随着自己水平的增长，你会渐渐的看清了距离究竟有多远，嗯，对方究竟有哪些的东西。嗯，我曾经可以说是比较戏谑的，用苏东坡的两句诗呢开过玩笑。嗯，我说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是大家都知道苏东坡，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我用在这里说什么呢？嗯，就说你之所以看不清你老师有什么缺点，嗯，有什么问题，嗯，是因为你身在庐山之中，你不识庐山真面目。 对，是因为你在山里边待着，在其中了。哎，对了，嗯，我说有时候你没有向这老师学习过，你没有更多的接近于他，嗯，你也容易犯错误。嗯，我改了两句，叫做不识庐山真结构，只因未入此山中。嗯，你不真正的了解这个大师怎么高明，究竟水平有多高，你不了解他，是因为你没进到这个山里来。你进到山来才知道，哎呀，这山里的美景是非凡，是如此的雄伟壮阔，是因为这个情况。对，因此你身在山中，你不知真面目；你身在外面，山的外面，你不知道山里边的结构。结构，嗯。所以，我讲的这番话也难免有我个人偏颇之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的地方是在山里了，我有的地方是在外边。这样不看得更清楚吗？不是，我对于这个人，嗯，你比如我和启功先生，嗯，我就应该是在山外谈山。嗯，是不是？对。而那些是启功先生的疯狂的崇拜者，嗯，他们是在山内谈山。对对对。所以各自都有一个角度，有这么一个局限，嗯，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对自己和对于自己崇拜者，你能够产生疑问。嗯，这就是胡适先生那个科学思想。嗯，交朋友于有一处不一，读书于无一处生一。若对自己老师产生疑问，或者是追根
问底的这种学习精神，不是对老师的不尊重，而是一个对科，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对，所以我想试着谈这一点未必准确。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一字。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赢字，这个赢就是输赢的赢。我们用规范的繁体字先写一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体字，我们写一下这个赢字的一个基本写法。这是规范字的一种写法。实际上在碑帖当中我们常见到的不是这样写，或者说更多数的是在上面这个王字下边写一个四字，碑帖当中最常见的是这种写法。所以我们给大家呢来演示一下碑帖当中常见的这种写法。是这样写，这个字很有难度。我们为什么最近总讲这些个难度大比较难度大的字呢？就是因为后边越来涉及到结构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像这个字点画很多很多，而且各种点画都有，结体上又很有难度。告诉大家写这个字的时候注意哪几个问题呢？就是上边这个王和这个四字一定想办法把它写扁，因为这个字啊是三层，它很高，如果你再把它王和这个四字或者是在规范字当中写成一个口字，你再把它写高了，这个字形就太长了，你要把它改成左右结构吧又不行，那怎么办呢？所以只有把它扁出写，而这个扁呢又不是一味的扁，扁成隶书那种形状又不好看，所以呢在写的时候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很技巧的。因此初学的朋友暂时不练这种字，练点画比较少的字。而这个赢字呢，为什么向大家介绍它呢？因为它跟很多的字形非常的雷同接近。比如说这是输赢的赢，如果中间大家注意看，中间这个宝贝的贝如果改成是个女字，这就是姓嬴的嬴。比如说秦始皇姓嬴名政，嬴政那个嬴字是个中间是个女字啊。还有中间是个阳字啊，念雷，羸弱就是瘦弱的意思
还有什么中间加一个果啊，就是马革裹尸那个果字，或者是加上一个马字等等，读音也不相同，意也不相同，但是字形大致相同，各有各的难处。因此我们今天先拿出这一个字来做例子，让大家知道一下这类的字难度很大。好的，边讲边写，我们再把这个字演示一遍。大家注意看，这是一个方格，我叠六格，恐怕大家在这个屏幕上看不太清楚，我用四个点来点出来。这个格不是正方，稍稍发一点扁方。然而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写完这个字的时候，应该在这个格的正中，左右上下应该摆得非常的匀整，上下的点画粗细非常的合适。上边注意不要写得太粗，因为上面笔画比较简单，容易写粗，下面笔画多，容易写的呢又过于的细弱，这很扁。注意这个王字的它的笔顺应该是这样，点儿横一拐弯，不要把这横再探出来，探出来的话这个字写得很俗气。有人说规范字应该是探出来的，我们现在向大家说的是书法。大家看这个四字不要写太这个窄喽，所以窄就是说向宽处放，然后下方往左边靠，注意往左边靠，因为这个中间的点画太多，往左边靠。这一竖笔拉的直拉不直，勾调的好不好，这是个基本功的问题。这一笔顿收，稍稍起一点小勾，不要起大，起大跟前面这个背字的点画就发生冲撞。然后这笔是主笔，下来注意看，这个营字写在格的正当中，点画粗细安排的合适，真的是和朋友们说是一点功夫。我本人虽然写的并不好，但是在这类的字上也下过不少的功夫。如果是嬴政的那个嬴字，姓嬴的嬴字加个女字有什么区别呢？大体上还是这样，我们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上边是完全相同的，大家注意看，这么细的点画，这么复杂的，哪个点画都得到位，而还得要求有一定的速度，太慢了就不行。是这样的，这是下方啊，经常大家说越女繁越背繁越阳繁，虽然读音不尽相同，但是写法上大体是一致的。前辈书家呢多把中间写成一个四字，到了行书阶段的时候呢往往写的有时候就很随意了，经常有时候写个口字。好的，我们现在看一看写个口字行书上有什么特色呢？看一下，
注意看，还是这样一种笔顺，口也是不能写太窄。大家一看这字形就知道，如果没有楷书的基础，这个结果抓不准，那写好这个营字是很困难的。但是即使是行书，前辈书家也是中间都写成一个四字的形状。还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四字除了一二三四的四当数字讲的时候读四，往往在其他的这个字里边常常是个网字。而这里边这个营字前辈书家这样写，为什么写成一个像四的形状，我们一时还没有一个结论啊，有待将来再探讨研究。这样写啊。关于草书这个字的写法，我们先写下书营的这个营字啊。草书是这样写，这是一种写法，这是一种。更常见的是这样写，注意看，适应这边是这样转过来的，这么一写，这种写法最为常见。上边呢往往略有不同，比如说这样写的，有时写一笔这样过来，这在中间这样转，然后这样写慢一点，大家看得清楚。有时是这样，还有的呢，就是这个第二笔像个横画一样呢，它不再折过去，就直接这样过来，然后这样再过来再写这个，这样的也有。但是我们最常见的是我前面说的这种，一拐弯下来，在这儿这样下来，这么转。好，再写慢一点，大家看，这里呢顺便说一下，我的故乡啊是河北河间县，现在叫河间市了，就是河间。河间这个地方最早的一个古称呢，或者一个代称叫古营。古营的营字就是三点水，这边一个姓营的营，中间是个女字，月女凡，那个中间是个女字。我见到有些书家写的时候呢，这个营字这样写，这是三点水，一二转过来，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点儿，然后转过来，也非常的巧妙。也就是说，当他写月女凡这个营字的时候，他是这样过来的，他把中间那个口啊或者四字都省略，一二转过来，在这儿点点儿过来，这样一笔两带。哪个是带哪个啊？上面这块我们先不管了，就是省略了那个口字，然后从这儿转过来，这是那个月字，注意看，月字草书，然后在这儿点了一个点儿下来，注意看，这是个女字，把这一笔带下来，用女字的像竖笔一样的这个点画代替了凡字的左边那个竖笔或者那个撇，然后在这点了个点儿，所以互相在借代，用这种方法写出来很美观。总之，这个营字不管月女凡、月阳凡啊，这个
或者念雷、念营，还是其他的这类型的字，只要写好一个，其他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由于它有这么一个很普遍的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种形体，我们今天把书音的营字重点讲一讲，我想也可以起到背一反三的作用。